明磊说，是什么？多明正大，我不自私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这一点，也有什么可以的，这不犯法。人越是在就是公共场所，连飞机场哪哈都在放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怕人们寂寞，旅途当中怕人们寂寞，明白吧？你怎么做的？我不听，我都不要。你管我呢？我说你呢，什么样没见过？我说你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十一的记者采访我都不怕，你记得这个？你不是说这是我说实话，我不犯法，我是中国的一个公民，我有权利听我的音乐，我又不是喇叭，我又不是放的什么这个大音乐响啊，我一个手机放了半音，我根本这就不算什么，你听我也听，这是我说实话。我你这么要有人说话，你还不让你说了，哥哥，这比说话声音还小呢吧？对吗？你没有什么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没有什么要求我什么吧？你直播，你别直播，我不怕，知道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真是可笑。刚才的相聚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。